菜就是大刀，我们绝对不会浪费食物，这些东西等一下那个编导都会吃掉。你在干嘛？今天要教大家做一道很简单的料理，有多简单呢？就是闭着眼睛也可以做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闭着眼睛做给大家看。那你知道今天要吃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今天要吃韩式饭卷。你会做吗？我会做啊。韩式饭卷就是一道家里清冰箱就可以做的料理，就是你只要把你冰箱有的料全部拿出来放在桌上，就像现在这样，然后呢准备两碗饭。为什么你们都不讲话？好，我就看你的。然后你们两个今天是队友还是敌人？敌人。我们是敌人，我们要做给对方吃。对，你摸摸，你闻一下是不是醋。好好，那你找到醋跟香油之后呢，就把它倒进来。放哪？你就直接伸到旁边，然后手放开。然后呢，这个韩式饭卷啊，重点就是你要做出。重点什么？我现在不是在讲吗？重点就是要你要做出好吃的饭。你吃。好。如果很难吃，那我要泼海苔了没？很酸。砸东西。然后找到海苔。因为我们你自己拿啦。欸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可怜，我拿几张啊？可怜，抱歉，我的腿有不好。内侧，你脸，我要这样子哦。放上自己喜欢的配料，你要先找到小黄瓜跟红萝卜。好啊，我猜这个就是红萝卜，好不好？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我手上是红萝卜呢。真的假的？就把你喜欢的料放上来。天主酥哎。好，蛋在哪？就是大家在家里，如果你们有眼睛的话，你们就可以做出很厉害的韩式饭卷哦。哎，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这样卷的，不然怎么卷？我这样卷会卷到竹帘啊。如果没有办法卷成饭卷，我们就吃炒饭啊。我觉得有成型。小丁切的不错，厉害吧？我的耳朵好像都散掉了哎，可怜。好，那现在就是。试吃时间，好，我要吃喽，好酸。我们是不是没有加菠菜？哎，是不是？糟！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我已经知道我退休之后可以干嘛了。